Dandong 这个名字如同一首悠长的诗篇，缓缓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城市，更是一段记忆，一种情感，一份归属。这里是厚重与柔软的交织，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，是烟火气与温暖的汇聚。丹东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边境城市啊。我们这有江有海有山，四季分明，空气也很舒服，会感觉很安静的。天气冷的时候会有很多水鸟，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刚出生的那种小鸭子呀，或者是小江鸥啊，三只两只在那么大一个江面上游来游去，天空很蓝，漂亮的云彩，不管是断桥呀还是那些凉亭的那些位置，那都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，或者是我每天上学都必经之路。因为我上学就会骑自行车走那个江边的那条路，每天都能看见太阳升起来，每天看着这个朝阳，骑着车很开心。时空重叠到当时的小时候的感觉，心情不一样吧，还是挺有感触的。记忆中食物的味道，面条鱼，这是我在别地儿都没吃着的，可能少的地方有，但是不会那么新鲜。我们这边面条鱼可以生吃的，哇，新鲜这个。每常出现的菜，海鲜、螃蟹、虾，蒸啊或者煮，也不需要什么调料，直接吃就好了。丹东烤肉很厉害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尝一下的，又有中国烤肉的那个基础，但是融入了很多这个朝鲜族的味道。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城市啊，你待久了，你会疲惫，想去放松一下。城市干净的小城放个几天，来这儿就非常好的选择啊。那这些年其实走出去，说丹东，很多人会说：“哎呦，那我去过，那还不错啊，城市很干净啊，东西很好吃啊。”我觉得这也是家乡这些年在我眼里的变化。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，你不管是我回来宣传也好，不管是我这个我把自己做好一点，让更多人知道我，也知道丹东也好，我肯定是希望丹东越变越好。会走在一些可能很远的城市啊，但是你突然走到哪个街口或者走到哪一个建筑的下面，你会觉得哇很熟悉，你会觉得跟我小时候我家的某一个地方很像，那个会带给你很短暂的一段回忆，就是你当下突然想到一下，哎，那会儿我在干嘛干嘛干嘛，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恍惚感。我小时候其实觉得丹东很大，今天我们有路过一个岛，月亮岛，那在我印象里已经非常非常远了，因为我骑自行车过去骑车要骑很久了，但是我后来再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到那儿其实很近，五六公里可能也就，可能也是我长大了感觉家变小了。丹东的说这些还有很多生长的一些先天性的因素，促使它肉质更加鲜美。景玉，你土生土长在丹东，你会不会挑这个螃蟹？我会分公母，小时候买螃蟹，但是我想买螃蟹也不挑，咱们家这边人都非常实在，给你都是好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就特别肥，它很白，然后捏起来非常的硬，这个尾鳍跟这个壳已经有很高的一个厚度了，肚子的到第二节，你捏起来梆梆的硬，这个就非常的肥了。对，海水越凉它长得越好。对，生长周期非常长，所以说这个螃蟹的肉质非常的紧，而且非常的鲜甜。来吧，这个老板，这螃蟹给我来十只。好嘞，拿下来。来，我们一起挑，挑最肥的。我们用买来的螃蟹开始做我们今天这道菜。好。丹东呢也有很招牌的一个小菜叫鱼子滑蛋，那我用这个鱼子滑蛋跟这个晒螃蟹做了一个结合，因为新打上来的蟹子会有一些小的泥沙，然后它就会沾一些渔网，对，还有一些渔网啊，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清理。
好，放盘上。阿景玉，帮我把它蒸熟。OK。蒸螃蟹我们要等它十分钟。哎，在这个时间我们先做这个蛋底，先把这个蛋清和蛋黄做一个分离。对。哦。块还要过滤。啊，还会把那个蛋清过滤，因为它有蛋白线，你不过滤的话，到时候会影响这个蛋的一个口感。螃蟹差不多熟了，来，走你。热气腾腾。红了，哥们儿。我们现在开始拆蟹肉。好。我们用鱼子的这个滑蛋呢，做了一个芙蓉的一个蛋底，然后呢又用蟹黄现拆的一个螃蟹，然后铺在上面，所以说吃起来它非常的滑，非常的嫩，而且又很方便。这好吃，很滑很嫩，这很好吃。螃蟹的这个肉又很肥美，这个菜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风格啊。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鱼子，它是油煎过的，煎完之后又脆又香，再加上这鸡蛋的味儿，再加上螃蟹的味儿，这真挺好吃的。我已经干掉一半了。新鲜的螃蟹，它会保证一个鲜美度。嗯，丹东呢又有传承的一些经典菜。然后又有这些海鲜呀、江鲜呀，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本地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些需求。这里的海鲜鲜美无比，每一口都是对大海的深情赞美。厚重与柔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，在丹东得到了完美的融合。味道是记忆的航标，引领我穿越时空，抵达家乡的海岸。这里是丹东。面条鱼，雅鹭江的水中精灵，承载着许多丹东人的美食记忆。吃的不止食物的本味，还有时间的味道。黄老师，今天我们新选的这个面条鱼。哎呦，这鱼可好啊。对，这鱼够大的面条鱼哈，真不错，这难得的，特别新鲜。不是今天当天的？对，新鲜的。当天的啊。面条鱼也是这个季节啊，刚刚上市。你尝尝新不新鲜？生吃。哇，新鲜这个，新鲜的很脆啊。那需要我帮您吃多少呢？需要我帮您处理啥呢？今天咱们先把这活干了，然后再吃。啊，把它头尾呢稍微去掉，便于不影响它的这个颜色。不想让看到其他的位置，只看到这个我们白白的，对，透明的。对，加入这个纯净水的无料理剂，把它榨汁都倒进去啊。对，都倒进去。然后加点水。对，这会儿已经成那个对果冻一样的东西了。对，很洁白。哎呦，你看看这，这个鱼的品质非常好。今天呢，我做了一道酸辣面条鱼羹，酸辣口味有开胃这样的一个功效，打破了在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吃法。看看吧，能闻到那个酸辣的那个味道。面条鱼主要就是特鲜，然后味道非常鲜美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吃啊，它比较方便，因为可以不用去清理，因为那鱼没什么东西，直接蘸着面炸完就直接吃了。我们再盛两碗吧。
它的那个酸甜特别好，特别开胃，绝对好点，绝对正宗丹东面条鱼啊。入口特别滑，感觉到上面那个酸辣的口味特别浓，特好吃。第一次吃过这种做法。在记忆的深处，总有一些味道让我们怀念。小时候的春天，让人们忙趁东风的，不只是放纸鸢，还有品尝鸭绿江东那快如闪电、鲜美无比的江鲜。这里是厚重与柔软的交织，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，是烟火气与温暖的汇聚。这里是丹东。丹东，艳红桃的主场，不止在万亩桃园的枝头，更在每个丹东人的心头。腌红桃呢，它的口感是脆的，多汁嘛，口感更好一点。有首老歌啊，那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唱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腌红桃。丹东河口腌红桃，看看我们桃这个头啊，每个都这么大，又大又红。我就拿它做个甜品回去。对，拿它做个菜，我们来一箱。行，要两个软的。金老师，九九草莓、腌红桃，丹东的两个特色的水果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这两个先洗掉。来，这我来。洗了之后，我们把它皮儿削了一下。这个腌红桃，你知道它最好吃的一个部位在哪里？我盲猜就红的地方吧。对，桃尖儿啊，它最难吃的部位在哪里？根儿呗。桃核，桃嗨，靠近核的部位。跟我讲两笑话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掏出来行了。你可以闻一下，这草莓的奶香味还是很重的。嗯。现在我们把草莓切成黄豆粒儿。那先给它打开。草莓切块儿。这就是块的吧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刀工还可以啊。好嘞，我们用桃子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甘露？我觉得试一下应该还是很好的。分两个步骤来做的，稍微软一点的，把它打碎，它水分更足一点。再加硬的那一部分，两种状态下的桃子结合在一起，口感会更好。腌红桃也是我们这一算是特产了，腌红桃。对对对，果香很浓，吃到的就是直接的桃子的甜味儿，没有其他添加的那些东西的甜味儿。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原汁原味的。配点燕窝啊、细米，还有一些草莓在里面，酸甜比较养颜的一个口感。它虽然作为一个甜品，但是它的口感还是比较清爽的。我还多做了一些。可以给到我们的顾客一起享用。这是什么味？这肯定是桃子味道的。尝一尝，特别的甜，好吃吧？我看到本地这么多的桃子，很大很甜，吃到嘴里面有味道，有口感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唱一首丹东风光秀美的歌，咬一口丹东红艳多汁的桃。饱满甜蜜是自然的魔力，回味无穷是家乡的爱意。这里是厚重与柔软的交织，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，是烟火气与温暖的汇聚。这里是丹东。宝奶奶的银昌啊，鲈鱼，金昌鱼。
这我们叫斜链，还有咱们的鲅鱼啊，这是我们从小儿保持的。鱼看完了，咱们就往后走，继续。这也是修行啊，在这儿。对，看个表啊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丹东的这个算是特产吧，啊，打飞蟹、梭子蟹，然后这每一个都有八两到一斤，非常大。今天的食材啊，就吃它的原汁原味。为什么说这鱼好吃呢？你怎么能发现这鱼好吃呢？嗯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腥的。这就好吃，我今天做不了食物，我都吃。接下来剩下点花菜给我吃吧。